江苏是大陆对台经贸合作最密切的地区之一，苏台经济呈现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。日前，第20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暨第3届紫峰奖拉开帷幕。作为江苏省1万多家台资企业的优秀代表，共30家台资企业获得表彰。日前，第20届中国苏州电子信息博览会开幕式暨第3届江苏省紫峰奖颁奖仪式在苏州举行。两年一度的紫峰奖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在苏台资企业的最高奖项，两岸重要工商团体和企业代表受邀参加。今年前3季度，苏台贸易额达452.4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2.9%。截至今年9月底，江苏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过2.9万个，协议利用台资超1900亿美元。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超过6500个。